今天周末，两娃一早上起床就要到这来玩，过来玩一会儿。钥匙开了吗？来！看看地上有两个蘑菇，然后这上面也有个大蘑菇。后院的树了，他们家后院的树基本上都倒了。先让开，人家要出来了，快走！啊，他从这倒出来，我的老天，比利家的树基本上全倒了，对，全在。那这也是，哟，还挂了个牌子。他们家后院全部。天哪，这栽了多少年的树呀，全部被锯掉了。他们家是夜以继日的在干，这么多人在干活。哎呦，有个冰箱，把冰箱清一清先用起来，在清冰箱呢。做清理，他清泳池的，在清泳池。这边这个树，这边也在清。旁边的这几棵大树，这几棵花树可漂亮了，平时。哎，这是夜以继日干了快一个礼拜了的。今天的午餐 ，Burger King 的大汉堡。还有薯条，今天中午吃点不一样的，因为今天是周末。哇，大杯饮料，超大，怎么样？咦，呀，爸爸吃了大汉堡。两个人还在吃薯条，哎呦哎呦，跳起来，吃跳起来。周末嗨呀、啊！看，这是鲨鱼的刀，我们要不要买一把9寸的？然后，这都是。弄鱼的哦，这个超可爱呀、啊！19.99，20。
在这甬道。这个是干嘛的？这是灭火器吗？灭火器。这是灭火器啊？啊。灭火器这个单词我们不是学过的吗？看这样子是。Fire protection。啊，什么 agriculture 单词？哦，这。这边这个超市有卖很多的渔具、鱼饵，必须要有防晒，还有钓鱼的眼镜都有。哎，这边的各种钓鱼的渔具啊，这边好多，本地人特别爱到这个超市来。嗯，我们是过来买大西瓜的。两个小娃儿在挑西瓜，这是黄瓤的西瓜，8.99一个，都超级大。哦，这边也有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挺好的。那个，嗯，你看，那个、砰咚砰咚砰咚，是吧？沙的手。嗯，你搬不动，让爸爸搬吧。这个太，今天这个西瓜太大了，哎呀，你这搬不上来，让爸爸把它搬上来。没事，今天先吃着。我去，这个西瓜，嗯，哎呦，慢点，别这样摔容易坏。让爸爸吧，感觉这个西瓜至少有20吧。哎呀，接着一点，接着一点，千万别掉下来哦。哎呦，小心！让爸爸帮忙。我的老天哪！三个人合力抱了，好，拍个照，来。一二四，看不到心仪的脸，好，可以。哇，就这个西瓜有20磅吧？走，冰淇淋，西瓜都买了，还买了一袋小鸡饲料，我买的是鸟饲料，小鸡也会吃的。好，在这儿。然后今天的花特别好看，但是我们家里面的花还有，就不买了。已经坏了。不叫坏了，叫败了。败了。那水兰在搞什么鬼？继续清理后院，昨天把这边的草都割了，然后今天把这边清完，割这一块，然后邻居的三个孩子把他们在玩，三个小姑娘。符合你的性格，走哪搁哪。5点多钟凉快了，继续清理后院。这都是后院倒下来的树，锯下来的树枝，还有草还要割。你看这边都长成一片荒原了，已经拖过来这么多了，还继续拖。你看这些树倒的，都是龙卷风吹的。
它那里面龙卷风吹的树全吹倒了，裂皮在割草，哇，所有的树枝都被清理到了这里，正好我们这下有烧不完的柴了。我们家的小鸡回来吃饭啦，看看，小鸡回来吃饭了，小鸭子在吃西瓜，这两个人最快活，在这玩。误入鸡舍的小鸟找不到出口了，惊慌失措，怎么办怎么办，我在哪里，我来把它救出来，往这边走，终于被抓到了，妈妈抓了满头大汗男生，因为呢他羽毛是紫色，对啊，很漂亮，哇，终于被抓到了，一个白色口袋，一个红色口袋，哇哦哟，原来是我们家的两个小孩啊，嗨哟，你可以穿哥哥的衣服了呀，呀还送我一个，哎呦